养这一头毛驴修下来这么多驴蹄子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看这头毛驴的后蹄儿太大了，给它修修蹄子，后蹄比前蹄都长了。蹄子红一点，绿蹄子，红的，还不是没长大家伙，啊，真的，是吧？还没长大。舍得放下来，那贴子没放下，抬起来了不？抬不起来，站不着。哎，看，修完蹄好看多了。整这里哇？哦，扔下去给他。这个鱼蹄子脱壳了。对，好的。像这种用治疗不？是吗？这个治疗得让我个疯。治疗，这黄油疯啊，它不去啊，它风干去啊。走。
啊，走路好多了。哎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这驴蹄子太长了，给它修修蹄子。你这烟囱放近了。这头毛驴打哆嗦呢。第一次修蹄子，可能是有点害怕。驴，我去，这会儿得修个驴。修完蹄子好看多了。嗯，走吧。哎呦，这驴不听话呀。这头毛驴前蹄儿太高了，走路滚蹄儿了。给他修修蹄子，像穿了高跟鞋呀。这个驴蹄子太高了，看看这驴蹄子太高了。哟，被那个南门出的，怎么着？
哪个去的这个？啊，行。转悠的。好嘞。嗯。这一会儿你看着一会儿。你抓肉，抓肉这一抓那么抓不着的，抓肉你抓肉那还不抓歪的。不行，这你想找饭是吗？哎呀，你没事，那轮子啊，我后来给你切，屁股就不好走了。哎呀，来吧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这头毛驴前蹄走路一瘸一拐，可能是漏蹄了，给它修蹄子，不愿走路了都。这是它的小人儿。那里是不？哪里？那屋啊？都有点事儿了。没事儿了，小子。没人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这样。你看，拿起来了吧？拿起来了。疼。咦。
啊？还是有点缺呀、啊。哇！给这头三粉鱼修蹄子。你说体型像是背着的是吗？摸的摸的我宝宝的，你俩这真行啊！坐啊，放下，放下呀！嗯，我说修完蹄子不舍得放下，这绿蹄子修完舒服了。
耶、yeah? 后生后人云长都者隔绝了吗？嗯，没事，没事，啊，没啥事，没啥。好，好，还要往一下，一下。这头毛驴的前蹄滚蹄了，滚蹄太厉害了，给它修修蹄子。哎呀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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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不听话呀，这头驴。
走路，好起来了。毛驴修蹄子，看这铲刀快不快。这驴蹄子太硬了，硬吗？大家看这头小乌头的驴蹄子太长了，前头翘起来了。
蝎子长。淡了。